现在您退休金能拿多少钱？退休金拿不到6000。退休金6000，在北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呢？我们来听这位奶奶讲一讲。那还可以啊，生活上一定是生活上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吃喝住这个玩儿都不成问题，都不成问题。现在这么幸福，真是多好啊！真是真是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对，还挺快乐的一天，对，挺好，我们这些老年人，国家对我们的照顾都多好啊！真是有病。上医院，有医保，还都挺好的，都挺好的，挺幸福。行，感谢党。行祝您健康快乐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永远幸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妈。哎，6000块的退休金，不知道在您的家乡属于高的呢，还是属于中等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。